看到这个鸡排啊，那最近不是有一件事情很头？炒派。哦，原来你也知道啊。当然啦、啊，我们都到此一游了，怎么可以不知道呢？没关系，不用，我去拿喝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拿喝啦。谢谢老板。哇塞，今天又来到什么地方了？哎、欸，陶哥，哇，今天这是什么地方？哥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？你今天开什么啦？你今天开什么？你在树上笑了。电子烟啊。哥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现在是怎样？你今天开什么车，哥？脚踏车。脚踏车？你怎么只开脚踏车？我哥都开那个推土机。战车机呀，哥！靠呀，笑吸几口啦！你是怎样？是啊，从台南回来，然后就被陪妹了，是不是？我说我要学习一下，最近这个不是很红吗？家酒妹很红。对啊，然后大家说我看起来像家酒妹，你比较像巴西妹。那不是都这样吗？我看很忙哎。你今天开什么车啦？傻笑。我觉得我会打。我也会被打。我先来开一个场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心雨。今天生病的蓝心雨。哎，生病怎么了？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不太方便的事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来到前阵子我看到 IG 很推荐的一个小夜市，在遥远的淡水。哦，对啊，而且重点这边还不是我们熟知的什么老街呢，这边是沙回。这里是沙轮沙滩的旁边。哦，所以它在沙滩旁边吗？对，它在沙滩旁边，它就是沙轮夜市。这夜市是在地的一个小小夜市，但最近在 IG 上面爆红，然后听说它有一些小小古早味、古早美食。哦，这种最不错了。对，但是毕竟我们没有来过，对啊，今天就来去探索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去开箱我们今天的美食吧 ，Go Go！OK， 老板，你今天有来过这边吗？我没有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刚刚一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这边有一间卖臭豆腐的，然后超级香。重点是我刚刚一到的时候人超级多。哦，该不会就这边吧？对，我就先来开门见山一下。好啊。看一下。哦，而且老板他很酷哎，他只有卖两个，一个叫臭豆腐，跟一个是炸果。哦，我觉得什么是炸果吗？我不知道。它好像跟那个萝卜糕。对，好像是差不多的东西。哦，很像是。嗯。但是他今天的那个炸果没了，表示他卖得还不好。你觉得臭豆腐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那个酱，然后跟豆腐一样外酥内嫩。豆腐它本身本体的味道也很重要。哦，对，还有泡菜，缺一不可。好像是哎。他们都是要融合起来，然后变100分的那种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哎呦，陶哥来了。哇，好屌哦！大家看一下，超大份哎。哦，这样子多少钱？65块。我等一下拿对不到焦，都对在你胸部。超大份哎！我对豆腐的要求很严格。我也是，毕竟跟你去过这么多夜市了，现在对豆腐有一定的那个标准。没错。哦，很香哎，它那个味道。哇，好脆哦！哦，哎，它豆腐本体好好吃哦，它豆腐本体有一种那种豆奶香的感觉。就是很像我们在喝豆浆的那种豆奶香。看你这么厉害，还蛮不错的。看你今天开箱第一件就这样子哦。冬天哦，泡菜。哎呦。怎样？哦，太，这绝对是太烫的脸，赶快拍一下，太丑了，赶快拍一下。哎，现炸的，难免的。哦。这间有中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以后来开箱都要有一个那个美食评判分数。嗯，我觉得我们就是1到10分再评判这样好了。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这间臭豆腐8.5，这么高啊，害我很想吃。可是看你在那边吃，我觉得我会烫死。爽哦，好好吃哦！我靠，第一间就这么厉害。等，请给分。我应该也会给他给8分。8分嘛，嗯，好
差不多。真的，它的豆腐有个香味，有一个豆奶香。那有一些豆腐它是那种用植物下去做的，就是那种绿色豆腐。我自己一直很想吃的宜兰的一个绿色豆腐。哦，听起来很特别。它是用植物下去腌的，所以它会有一种那个菜加豆的味道，蔬菜豆腐的味道。然后它不是，它是有点豆奶的味道。这个对啊，蛮特别的。豆奶的味道，我觉得很香，很像我们在喝那个豆浆的时候，然后有的那种奶豆奶香味。重点是，我们连个夜市都还没看到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来去夜市。好，赶紧去了。哇，就从那个臭豆腐这边的巷子走进来，对，一直走就到了，前面有光哦，前面有光。这一个夜市我觉得蛮特别的是，它一个礼拜只开两天，礼拜五跟礼拜日。嗯。然后重点是，明明就只是一个小夜市而已，超多年轻人。哦，对啊，因为附近都是大学啊。多年轻人。哎，烤地瓜。有点想吃哎。靠，你真的假的啦？你都还没进去，你夜市都还没踏进去一步哎。你要确定呢？可是你不觉得这种烤地瓜就很好吃？那你跟阿伯看啊，你买一颗小小颗的就好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这个很好，这长长的。好啊，够。哇，陶哥终于到了啦，前面直接卡了很久才要进来，终于到夜市了。好多、哦。哇塞哇塞，我肚子好痛哦，有点想喝点东西，但这里都是冰的。进去看有没有热的、啊。好，走。我最近有一点喜欢吃葡萄的糖葫芦。真的、哦、好吃哦，蛮甜，蛮好吃的。葱油饼，这是我喜欢的那一种炸弹葱油饼。我靠，这夜市小归小，很多东西。对啊，怎么那么多东西啊？卤鸡脚，哇，又有烤肉，又有烤肉了。这就是最传统的味道。很可以耶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什么都想吃哎，完蛋了完蛋了。我觉得我们先绕一下，好，你先看一下到底要吃什么。好，石斑烤肉。对啊。哇塞，它看起来好厉害哦！哇塞，特大块牛排，我告诉你，这边都好传统哦。对，有点喜欢，不错，喜欢这种传统的味道。我真的这个如果我没有先绕一圈，我会有一点不知道吃什么，吃太多。哦，你怕每个都买？我刚刚一进来就是直接先买臭豆腐跟地瓜了。哦，这边老板挑了第一个，老板钱啊。他一份两片。然后两片30，直接先挑了一个非常古早味的。对啊，我记得之前秋冬就是要吃地瓜，你知道吗？古早味。对，你看它的地瓜就是甜，就是香，好好吃哦。真的假的？就除了好吃跟酥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没有，你要整口咬，没有，你要整口咬，因为它旁边。它好吃的点在于说，它旁边是酥脆，然后中间是软 Q 的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对不对？它旁边是酥脆的，中间是软 Q， 所以你一定要一口咬，不要这样吃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好吃对不对？真的很甜哎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好啊，这个虎视眈眈。我们下一个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太厉害了，无法抵挡。去旁边挑一些传统，然后用炭烤，然后很香很香的那一种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年都没有吃到烤肉。对，我要吃那个豆干。厉害哦，老板懂挑哦。我们挑少少的就好，我今天战力不佳。好了，我觉得老板这样就好了，好，不然今天会苦到我。哦，好。点完烤肉，现在又跑到一间卖很多东西的店。我告诉你，因为他要等，所以你现在喝点汤，刚好我现在肚子不太舒服，需要一点温暖。好，让各位看一下，这间是卖这些的。哇，好，给点了两碗汤啊。对，重点是这是蛋花吗？还是？是什么？它是蛋花，看起来又不像。花枝根。南瓜花枝根，然后加南瓜，好酷哦！然后它是有加笋丝的，我第一次看到人加南瓜哎。太烫，又被烫，今天一直烫。这我很喜欢，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太勾芡的。哦，它没有很勾，它没有很勾，然后再来是因为它有加南瓜，所以它本身就有一点甜甜的，但它的那个甜又不是让人家不舒服的那种甜。你知道有一些那个花枝根，它好像会加糖还加什么，很甜的那一种，但它不是哎。这个料好多，它有萝卜，然后花枝、笋子，然
南瓜。哇！哎，它这一碗好酷哦！我靠，你那个花枝是怎样？它的花枝太大了吧？超大花枝哎！哎呦！好喝哦，可以是。你一咬下去，我那边花枝是软温的，等于说花枝是脆脆的。哦，你喜欢吃哪一种？脆的，它是脆的。哦，送了。那个南瓜蛮加分的。对啊。嗯，不错。不错吧？对对，我点了猪血汤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猪血汤有分两种，一种是它的韭菜味，这是韭菜吧？对啊，韭菜味比较重的猪血汤，另外一种是胡椒味比较重的猪血汤，你喜欢哪一种？胡椒。胡椒，它这个是韭菜味。哎呀，好吧，没关系。我是公平公正的。嗯。台南的那比较好喝。哦，哎，可是它就是想得到的味道啊。对，它是想得到的味道，它就是韭菜跟油葱味比较重的那一种，就是及格的味道。对，好，来分数。这间吗？对，我应该会是那个。哥，我好气氛，气氛，气氛，气氛吗？对，华丽啊，华丽啊，爱讲台语的。我想一下，不是电子烟吗？为什么要抖？6.5 OK， 及格之上。先来吃，待会期待下一家。没有，我要去拿我的烤肉，应该好了。OK， Go Go。喂，哎、欸、，OK， 来了来了来了。给、欸、他的串串，虽然刚刚都没有标码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不贵，你猜一张四串多少？对，有鸡肉，然后鸡屁股、鸡皮跟豆干。150吧。当时四串才95块。95块。哎、欸，对。我想说，这种鸡肉串至少一串要50块哎。没，你被那个台北其他地方的那个夜市的价格混乱了。你要说给大家看，因为它超大块的。对啊。所以这一串50不为过吧？好像是哈。对啊。因为我们上次去清沟吃那一间串串，它一小串可能只有它一半吧。对啊。一串就40-50块了。你知道这边诱人的点在什么吗？哎，它就是碳烤。哦，对对，会有那个碳香。对。你那个嘴巴很拽哎，那台妹。哥，这盖好食哎！哦，真正啊！耶，嘿酒，哎，伊嘿酒就香哎，你吃吃，我吃吃，哇，好大块！对，它超大块，我今天吃不醉。我跟你讲，最厉害的鸡屁股就是你带我去深坑吃的那一间。这一间会让我想起那一间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么厉害？我吃一口吧，我吃一口。哦，它只是它没那么脆而已。对。哎，好吃哎！你看，我觉得今天这个意思很合我胃口哎。我觉得很不错哎，这个我不用，我直接讲8.5到9颗星。我也一样。看这好好吃，而且很便宜。对，它 CP 值其实超高，超级高。哇，这个有推，这个有推，这有推，这有推。我觉得我们先把这一撮东西先，我先把它处理掉一下。那我们等一下再看我还有没有喂吃别的。没有，我觉得可以先留着，有些东西可以就是你回去剪片的时候。哦，好，哦、真好哈、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有没？哥。好的，我老板刚刚跟我说呢，他说这个夜市另外一边其实还有一个小的区域也是夜市。我刚刚发现旁边还有一个小区域，可是它中间好像是因为可能要盖房子还是什么的，然后中间、哦、被挡住了，对，隔了一块。哦，哎、欸，老板你知道吗？看到这个鸡排啊，你知道最近不是有一件事情很丑？炒派。哦，原来你也知道啊。当然啦、啊，我们都到此一游了，怎么可以不知道呢？哦，我这边比较偏玩游戏的吧。对啊，这边是好玩游戏区啦。啊，可是这边没有篮球啊。哦，这个吗？对啊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对不住了，老板。怎么了？啊，没有西瓜汁。我知道你今天没办法喝。啊，但是呢，哥，我想喝，可以吗？没。可以吗？没。哇，那个别人。真的，我今天第一天呢。那、啊、我怎么知道哦、啊？你叫他不要来吗？去啦！耶！哦，还有冰沙哎。不能喝它那种纯天然的，对。哦，他不能喝。最快感恩，谢谢。那陶哥，你要先开箱试吃一下吗？我没有很想跟你讲话。我很气耶！你很气哦。我上次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原因，然后我不能喝西瓜汁。哦，对啊。啊，现在又来。
啊，没办法，就刚好这一天就在拍夜市嘛。最气的那一种哎，招牌。拜年嘛，好香哦。热的吗？不是。麻油鸡饭。招牌。我现在心情真的有一点不是很好，我不是很想跟你讲话，我现在真的心情很糟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超不舒服的，然后肚子超痛的，然后你给我招牌。不然当然，反正你才刚来嘛，喝一口还好吧。一口就好，一小口，你喝看看那个味道，跟那个大院子的比起来。哎哎，那个这是怎样？那个笑容是怎样？你那个笑容是怎样？你怎么有笑容了？我觉得我明天会升天。不要喝太多，没浅尝味道。这个脸呢，应该是我的解读，应该是好喝，好想多喝几口，但我他妈的不能。怎么了啦？9.5颗哎，有这么夸张？真的假的？你喝啊，你喝啊，我不会阻止你啊。后果明天自己负责而已啊。哦，还不错哎，蛮清爽的。因为它好香，好好喝哦，老板。招牌。那个脸好像我在欺负你一样。我们一起超派好不好？超派转场，看3、2、1，超派。哎，结果还在原地。好啦，我们今天整个夜市这样逛下来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这个夜市我觉得它主打的就是复古味，真的，它的古早味真的是。哎，这个是我如果有来淡水会想来哦。对，要是我也会。今天你战力很弱，你说其实吃的东西没有很多，但其实刚有很多我都还蛮想吃看看的。重点是因为今天我们吃的东西几乎都没有雷。哦，对，几乎，你刚刚那个眼神。超派就几乎没有雷，但今天唯一的缺点就是芒果汁我不能喝，还有西瓜冰沙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今天的战斗力有点不足，不然它旁边有一些什么，像刚刚那个石板烤肉，哦对，因为那看起来超好吃的，然后跟那个夜市牛排，我觉得看起来也好好吃。我刚刚本来有跟你说我想吃，但是实在是东西吃一吃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对，好啦，你今天以上总结全部里面最爱的是什么？最爱的哦，对，来找到了，招牌。拜拜！啊，没关系，不用，不用，我不能喝，不是我不能喝啦。谢谢老板。哇，哎，老板来，招牌，哇，好开心哦，我拿到2杯芒果汁哎，哇，好开心哦，哇，那个老板好好，我一定会再来。我会为他再来一次，超派！哇，好开心哦，又有一杯了。好了，老板差不多啊，可以结尾了，回家了啦。好，今天以上总结，我觉得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美的。